时候偷偷的创作了两首新歌，然后所以呢，其实我并不是非常熟那个，所以呢，我们就直接现场访问他们。Ini lagu terbaru dari The Mandalas, itu saya beri judul Kesah Denganmu. 这首歌的歌名叫。Lagu ini sebenarnya menceritakan tentang pekerjaan saya sebagai pekerja di pabrik silikon. 我觉得这首歌是在写他的工作，然后就是在那个细粒康公司工作的事情。Dan beberapa bulan yang lalu, saya mau dipulangkan ke Indonesia.他几个月前，他的老板想要就不想要跟他工作，然后就想要把他送回去。Yang padahal saya tidak melakukan kesalahan yang fatal itu。可是他其实没有做任何错，就只是老板不想要用这个人。Cuman karena saya memberontak karena perpanjang kontrak tidak harus pulang kan sebenarnya tidak membayar gitu kita。他是说，现在已经有新的法规了嘛？就是说，外籍劳工三年不用，他不用回去印尼，可是他老板不接受。Jadi saya memberontak dan saya bilang sama agency, kalau perpanjang kontrak itu tidak harus pulang itu tidak bayar, dan mereka tidak suka dengan saya。对，他就跟中介抱怨说，这个就是法规，是新的法律是这样嘛、啊。然后他就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中介就很讨厌他这个人。他说，你就是要付钱啊，你要转换工作，或者你要回去再来，你都要付钱，再付钱。Dan di dalam hati saya, bos itu bukan Tuhan, tapi dia adalah hanyalah manusia.Karena rezeki itu datangnya dari Tuhan, bukan dari bos. 他说他就觉得说，这个老板他也就是一个人而已，他又不是神，他不能叫我做什么。对，所以他就是所有的怨气什么是，老天爷神给我们的，不是老板。Ya, seperti itu. Tapi kita, bikin lagu ini jadi ngebeat lebih ngebeat gitu, bukan lagu cengeng. Lagu cengeng apa? Lagu slow, lagu melo. Lagu sedih. 他把它做成一个比较轻快、比较tidak逗趣的版本，来讲，但有点反讽的说法，再讲一个故事。OK， 大家掌声欢迎他们。
Untuk lagu yang keempat, ini yang terakhir, semua tenaga kerja asal Indonesia itu, termasuk saya, datang ke Taiwan itu bukanlah cita-cita. Baik. 他们带来的第四首歌也是今天最后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是在讲说来到台湾的这些印尼劳工，包括他自己来台湾都不是为了什么人大的理由这样。Dikarenakan karena kami mungkin punya punya beban yang harus diselesaikan。因为我们在印尼都有一些需要完成、需要解决的事情。Dan setiap orang mungkin punya mimpi, dan mimpi itu pasti mimpi yang sempurna。然后我们每个人也都有梦想，然后我们都会希望这个梦想是很完美的梦想。Mimpi yang sempurna buat teman-teman semua。那这首他觉得最完美的梦想的歌要献给各位，谢谢。
谢谢了，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先请阿浪挪动一下，我们下一首歌也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要大合唱。那我们也请来了大乐队在上台，不能跟他，我们要负责上台。我不会印尼的，我会泰国的。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大家一定也会唱。然后它的版中文版本叫做《甜蜜蜜》。我就知道。这首歌其实是印尼歌曲《大勇三班》。大勇三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划船。啊，这首歌它其实就是在讲说我划船啊，然后去找鱼，然后就一边去找我的爱人。对，那跟甜蜜蜜有一点不一样，可是都是很甜美的歌曲。然后会唱的人其实都可以上，我希望最后一首歌是大家可以一起帮我们完成。他们在换那个乐器还要一点时间呢。那跟大家再谈一下，就做个最后的结尾。就是像今天有一些国家，因为我们没有提到嘛，那一定会有人说，那越南的翻唱歌曲怎么样？缅甸怎么样？柬埔寨怎么样？其实这些国家都有非常大量的华语音乐被翻成本地的音乐，那其实就跟这些国家本地的政治情况是有关系的。像是在缅甸、在柬埔寨，这个翻怎么讲，在过去政府的独裁统治下，外国的音乐其实就被视为是很危险的。对，所以这些音乐，甚至是录音带、卡带，它就要透过黑市的方式被卖到市面上。那最快的方式就是翻唱成本地的音乐。本地的加上本地的语言，所以像在缅甸还有柬埔寨，有非常多的人，他们都还是透过翻唱歌曲在看到外面的世界。那像在越南，越南其实越南跟菲律宾、泰国、印尼其实都是东南亚影视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也在二战之后，其实因为二战的关系，越战的关系，受非常多来自于美国流行文化的养分，然后也在自己的国家自成自己的音乐体系。那这些歌曲其实他们就产出非常多，像为什么说印尼，今天我们那么多歌曲是印尼语，可是印尼语的歌曲它在马来西亚也流行，在文莱这些讲马来语的国家都可以卖，就是因为这个语言是有共性的。这就很像说为什么台湾的艺人的歌曲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可以卖到香港，或者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那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像的。所以我们在谈说翻唱歌曲其实不应该被限制在国界的这个界限里面，它应该是要以语言区、文化圈去谈的，对不对？OK，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领域，其实在我们在做这个策划活动的过程里，我们就发现哇，有好多资料。我至少在今天呈现的十首歌里面，另外还找到六十几首翻唱歌曲，其实这样子非常的多。那这块其实就很希望未来有这个领域的兴趣的朋友，或者说研究者，可以进投入进来再做深究。好，那最后一首歌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唱。好，我们把时间再交给哪位白乐队？月亮，一起，月亮小姐，所有的人都要上台。江小姐，江小姐，妈妈，好，有没有人要拿我的麦克风？像我们再等一下这个乐器。Thank you.
Thank you.
谢。其实这首歌就是很典型的，从印尼翻唱成中文，然后变成中文之后，在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的歌曲。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更理解身边的新住民朋友，还有移工朋友，因为现在是新南向政策，那我们要多了解东南亚，才能更了解自己。那最好的管道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东南亚朋友，这其实每一个人都像一本书一样，我们跟一个人聊天就很像读了一本书，所以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就是假日的时候可以到火车站附近走一走，这些店东南亚商店，大家去那边吃一道菜，找一个人聊天，相信都会对东南亚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告一段落，非常的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等一下，范姐，我忘记今天我们要大合照。大合照 ，OK。大家先请留步一下，我们一起照一张相好不好？留在原地就好了。那等嘛，等嘛。